掌厨。原料：茄子120克，肉末45克，姜片、蒜末、葱花各少许。调料：盐3克，鸡粉少许，白糖2克，豆瓣酱6克，剁椒酱10克，生抽4毫升，陈醋6毫升，生粉、水淀粉、食用油各适量。做法：将洗净的茄子切开，再切上鱼鳞花刀。制作指导：切鱼鳞花刀时，下刀以8成深为宜，底部不要切断。把茄块装入盘中，均匀地撒上生粉，静置一会儿，使生粉浸入其中。热锅注油，烧至5-6成热，倒入茄块。营养分析：茄子含有葫芦巴碱、铁锈碱、胆碱、蛋白质、维生素、钙、磷、铁等营养成分，具有养心血管、降血脂、降血压、防癌抗癌等功效。捞出材料，沥干油待用。用油起锅，倒入肉末，炒至变色，放入蒜末、姜片，炒出香味，加入豆瓣酱、剁椒酱，炒出辣味，注入适量清水，淋入少许生抽，倒入炸好的茄块，再加入适量鸡粉、盐、白糖，炒匀调味，略煮一会儿，至茄块变软，淋入少许陈醋，炒匀炒透，待汤汁收浓，倒入少许水淀粉，翻炒至食材入味。关火后，盛出炒好的菜肴，装入盘中。点缀上葱花即可。看视频，学做菜，欢迎订阅掌厨。感谢你的点赞、评论、留言与分享。